验魔术很厉害。帅帅帅哦！不要像我一样变错。身份来现场，真的吗？哈，对啊，终于轮到助教这个单位了。每次李佩旭来不讲话，我这样会不会太直接？对啊，对，来这节目就要尽情的发挥，就是见缝插针，一定要。有时候助教，那种被冷落的感觉，还有被很多朋友要有时候欺负人，要参与嘛，这个节目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让助教是自由发挥的，对他只要适时的插入，我们都无所谓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怎么都不让助教讲话啊？怎么的啊？那我是想让他们讲话，但很多都剪掉，因为没效果，对不对？对 ，OK 啦。今天看到这些同学，有些依然健在哈，希望大家这个多充实自己，好不好？今天来到这个又要搞笑了，对？不是啊，搞笑上不错，又过了，对不对？效果不恶，蛮不错的，真的哈。还有人来到现场，知道吗？但是卡费蛮高的，卡费蛮。害我们跟着他走，被他牵着鼻子跑，他送什么音乐我们就要弄什么搞笑，对对对，想要主导什么，莫名其妙，本来想要很正经，恭喜大家老师，下着雨再来一个，不可能的，不会再来的。喂，还好，他没用 rap， 不然我就要唱 rap 了，好紧张。哎呦，来高兴，来到我爱黑社会，又旁边的老大叫做黑人陈建东，他的篮球打得非常的好，还有每位女同学，每个长得很漂亮又可爱。嘿，我的 rap 没押韵，谢谢。好烂啊，怎么没押韵啊？因为就是没有练了啊，真的啊，对啊，对 ，OK 的啦。不过今天呢，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是魔术，哎呦，魔术啊。哎呦，同学，对啊，很接的，刚有破音的现场啊！啊，各位看官，不好意思啊，破音。魔术有分两种啊，一种是魔术胸罩，一个是。对不起。优质节目，我想明天报金钟奖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今年报不到。来不及，对啊，不然通杀了我。对啊，明年一票人去走星光大道啊，所以今年先不要走星光，等下黑人老大带你去走市民大道。星光大道就明年再走。好烂哦！啊，先魔术变魔术是不是？因为魔术表演。哇，其实一般以前都你打马其实也知道骗女生嘛，就那种几招简单。对啊，魔术是不是很容易让你们喜欢？会不会博得你的欢心？如果一个男生会变魔术，会不会很喜欢？你什么人？你在想家是不是？看到帅哥会紧张啊？真的吗？对啊。那只有看到你很兴奋，然后我就会闭嘴干掉。那看到男生会魔术，会觉得有加分吗？有加很多。为什么？直接？就因为就是生活中就是平淡无奇，来一点惊喜也不错。那我们要来唱一个制造浪漫啊！不要那个，中文都是自己的。丫头，你觉得男生会魔术很重要吗？重要，因为觉得男生很有
你为什么用白音跟我讲话？每个来宾都会问，对啊，因为有人讲话要学林美照。讲到人家不认识了，是真的吗？那今天会魔术，你现场会不会、啊？真的吗？我先来简单的好了，好不好？简单就是会配。就最简单的扑克牌了，好不好？扑克牌是魔术常见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先来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好不好？这一般牌，好吗？一打开，总共有52张，这是新的牌，先把它洗一洗，嗯，好不好？又来了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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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老是用这种是一般野台戏才有那种，就是比较夜市的，对呀、啊，时尚一点的好不好？时尚一点的音乐，高雅的嘛，高雅一点。又，哎呀，又到底。我现在把它分成四等份，没关系，那个放开没关系，分成四等份。那、啊、你拿这一副，你拿这一副，啊、好不好？嗯、啊，那等一下，嘿，他没话三先出。套牌就会莫名其妙想要叼一下，对不起，啊，这有没有魔术啊？好，这是真的，洗一洗，好不好？那你先来做试验，好不好？我先帮你洗。老大先试验，没有，下一张、啊、你要洗也可以啊，我怕作弊。哦，那你洗，你观众看，那我不要看了、啊，我不要看了、啊，别偷看玻璃的。好 ，OK 了吗？对，好来，好，他洗过了哈，那、啊、你抽一张。不能给你看吧？不能给我看，其他都可以看，也可以给所有的对电视机前面观众看，给所有的同学看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，那请放在这个上面。OK， 我现在做点小法术，因为我们知道人后面不会有长眼睛，嗯、但是其实我的后面有长眼睛。哦。我来弄一招，好不好？请问你刚刚是不是拿这一张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。哎呦！真的吗？好，既然不是那一张，对不对？你要洗吗？可以吗？那你可以洗，你可以洗。哎呦！怎么会突然出错呢？太紧张了，来你们贵节目太紧张了。好，我现在很快的移动一次，让你确定还在不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注意看啊。看完，不然我会大概知道在哪个位置。在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那现在这一招叫心电感应，男生女生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哎、嗯欸，找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啊，不是，随便找一位女同学都可以。来吧，来小姐。哦，对，你上次跳舞哈，差点被淘汰哈。有啦，我在看，忠实粉丝支持哦。你要干嘛？拿吗？你没拿住，你把手放在上面。好。红砖十一，是红砖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叫做魔术 ，magic。